什么每次学校的营养品都是鲜奶或优酪乳什么的，为什么都不能换成果汁呢？之前有一段时间都是喝牛奶，有些人会一直想要吐，或是拉肚子。哇哈！你按暂停。是关于营养品内容，因为小朋友他们发到营养品都会一直抱怨说怎么又是奶制品，所以他们就是不懂得珍惜，因为不喜欢喝，所以就不懂得珍惜叫哈。好，我想呢，校长也曾经是像你们一样那么大的时候啊，哈，一定会想要。就说自己喜欢吃的食物，那我们发现呢，可能啊，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就像你们那么大，那就会喜欢吃又香又辣，又是油炸又是什么。可是呢，后来才发现啊，那些食物呢，都容易偏向是，不营养的，好，不够营养的，甚至是有害，对身体不好。